按掌，左手按在腰间，然后摆头，看你的
左方向，两眼平视，接着上右步同时，左手上来抓棍，接着棍梢往外割，然后棍把盖出来，盖把同时左脚点出来成虚步，眼看你的左侧，再看一遍这个动作，并不按着，然后上右步同时左手抓棍外割，上左步同时虚步盖把，摆头看左侧，然后上步割挡提膝，棍收在胸前，向你的左外方推出去，再看一遍这个动作，上步左右挂，收在胸前提膝，然后向外推出，接着戳把，先往你的右方向戳，然后落步同时成弓步，左前方戳出去，再看一遍这个动作，左后方戳把，一落步，二接着两手把棍拉回，同时步子收回，定在右脚处，接着外步外旋步上步，上步从瀑布劈把劈下来，再看一遍这个动作，棍收回来，步子收回来，接着绕身外旋步上步劈棍下来，接着插步翻身背棍，然后翻身棍从你的正上方用力往下劈出，同时撑瀑布，后掌立起来，再看一遍这个动作，插步背棍翻身下步，用力往下劈下去，接着把棍穿出去，接着挑起，把正上方垂直下落，右脚并步回来，棍贴着身体，棍把在你的左大腿外侧，左手伸直，接着正右脚，左腿扣在右膝后方，落步向外推出，接着右脚上步，两手合把，棍头回点，再看一下这个动作，上步回身点棍，接着上步背棍，然后跳起平衡棍，跳起棍抡出去，棍把在自己的左腋下，再看一遍这个动作，上步点棍，上步背棍，接着跳起平衡棍，接着回身棍在头上方云起，提膝割挡，再看面这动作，回身棍在头上方云起，然后把右腿提回来割挡，下一个动作是正脚拿棍，正脚同时把棍拿下来，扣腿，左腿扣在右膝盖后方弯处，落步碎棍出去，再看一遍这个动作，正脚上步碎棍，下一个动作步子收回，棍往回拉，然后绷起力达棍梢，步子左脚收回来，
半蹲，膝盖不着地，膝盖不着地，啊，成麒麟步。再看一遍，收回来，撤步崩棍。下面我再把第一段慢速演练一遍。下面我把第二段正常演练一遍。三个动作讲解。拉棍回来，左脚上步变弓步，右手收回来，棍把盖出去。再看一遍这动作，这里有一个换把的动作，棍拉回来，然后后手盖出去。这中间有一个换把的动作，再看一遍，走上步盖把，接着上步正脚落步盖把，上步正脚的时候是一个回格的动作，格回来，再看一遍，回来迈出去，好，接着往下做。回来，正脚盖把，接着上步磕回来，落步调把，再看面这动作，上步挂把提膝，落步调把，接着重心往前移。五花棍，五花，接着上步，然后翻身踢棍，踢下来，跟扑步，踢棍同时，左手按在棍上面，在自己身体和腿一个方向一条线，再看一遍这动作。上步五花，上步翻身劈棍，接着棍把拉起来，回身弓步摔棍，
左手挑起来，再看一遍这动作，拉起来，翻身，过目，摔棍，下面棍拉起来，有一个收棍的动作，提棍动作，然后上步，撩棍，抱在胸前，就这样的抱棍，抱在胸前，然后侧正蹬腿，提棍，上步撩，上左步抱棍，接着正蹬腿，乱步，弓步戳法，侧步五花，跳步掩棍，两个步子收回来，接着倒放下重心，小跳步，好，左脚脚尖掌点，收回来，五花，跳步，点棍，棍把在右腋下，然后撤步撩棍，一、二，原地撩棍，接着上步。二、三、四、五、六，回身，五花，翻身，提膝点棍，接着跳起托步劈棍，穿出去，拉回来弓步，再看一遍这组动作。戳吧，重心收回，五花，跳步点棍，然后撤步撩棍，一、二，原地撩棍，上步，一、二、三、四、五、六，棍补过来，腋下花，翻身，提膝点棍。跳起托步劈棍，穿出去，弓步崩棍，下面我再把第二段动作慢速演练一遍，第三段正常演练一遍，
第三段，分解讲解。插步飞棍，重心往左移，右脚从左脚后方插出去，然后棍飞在左肩上。再看一遍，插步，转身，轮棍，轮过来，从头上方平轮过去，接着把它轮到腋下，转身扑步。再看一遍这动作，插步完了以后，转身平轮棍，走不停，上左步，走过来扑步，接着重心往右腿转移，左腿提起来，提起，左手收回好，肘与膝合，抬平过来。再看一遍这动作，插步飞棍，转身平轮棍，头上方平轮下去，突步提膝起来，手是平的。下面一个动作，落步往左前方上步，棍轮开，平轮出去，力达棍销，然后抱在左肩上，眼睛看你的右前方。这里有一个跳步动作，落步以后跳起来，落步成空步。再看一遍，落步跳起来，轮棍。下面右脚向右前方迈出，左脚上去轮起来，抱在右肩上，扛在右肩上，两手抱圆，眼睛往你的左前方看。和上一个动作一样，这里也有一个跳步动作，右脚上去跳起来，轮过来。下面左脚从上一个动作跳起，轮棍。到这里以后呢，不是弓步了，是接着直接转身，两手从这里拉棍变坐盘，坐下来，两手拉棍，棍把稍微高一点，棍骚稍微低一点，眼睛平视你的正前方。再来看一遍，上步跳步轮起来，走到这里的时候拉棍。下面步子起来，往右前方上步，棍扫出去，落步抬腿成弓步，落步先成半马步，然后棍扫出来成弓步。棍扫出的方向和自己的右脚成一线，两眼看着棍扫。再看一遍这个动作，上步扫出去，撤步扫出来，然后撤右步，棍拉回来，棍拉回来，接着收左脚提膝，棍把由下往上挑起来，撤右步，棍收回来，提膝挑把。再看一遍这个动作，撤步拉回来，提膝挑把，接着落步，一二，撤右步的时候棍脚棍
有一个脚棍压把的动作，脚棍压打。再看一遍，撤左步，一、二，右脚斜后方蹬出去，棍把由下往上压出。再看一遍这个连贯动作，撤步，一、二、三，接着重心往右腿转移，棍由上往下平背在肩上，左脚收过来变钉步，平背棍，接着左脚迈出，右脚跨出去平轮棍，抱于肩上，就这样一个动作，抱平，棍把稍微高一点。再看一遍这动作，背棍上步，右脚跨上去平轮，劈棍下来，落步成马步，后手在腰间，左手平轮去。再看一遍这动作，原地跳起，劈棍下来，接着上步挂棍提膝推出去。再看一遍这动作，上步右步同时棍把挂回，提膝同时左面棍稍挂回，收回腰间，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推出去，接着撤步，一、二、三、四，收回来。再看一遍这个动作，提膝搁打完了以后，撤步同时，一、二，挑起，三、四，收回。看我把这几动作连贯一遍，做一遍。下面我再把第三个动作慢速演练一遍。
少林四孙使用最早也最通用的器械。棍在武术中有棍打一片之讲，而讲究一个棍的气势勇猛，那个大劈大抡大扫，充分发挥出棍的这个什么威力。在演练的时候要求人和你的器械要合为一体，棍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肢体的一部分延长，而不能把它就拿着一个棍把它当成一个棍，不能让你的棍带动你的人，而应该以你的身体来带动你的棍，在你手里面随时听从你的指挥，往哪打都可以啊。讲究步步连环，事事连环，快速勇猛啊，翻转腾挪，还讲究一个四两拨千斤，就是说在棍当中要使用一些巧劲啊，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两膀主要是一个上肢的臂膀的力量，也比如说劈棍啊、扫棍都是臂膀之力。练的时候气要往下沉，下盘要稳。下面我把套路当中比较难练的一些组合动作再来一个一个慢动作和正常演练结合在一块来做一遍。下面先来一个慢动作演练，这个动作瀑布劈棍的时候，瀑布摔棍下来以后手在你的头上方，棍要往前送一点，脚尖内扣和你的腿是一个方向。下面我正常演练一遍，组合动作的慢速演练。在做的时候，下面这个压把和正脚必须同时完成。下面这个落步和刺棍同时完成，蹬棍和撤步变七龙步同时完成。好，下面我正常演练一遍。组合动作的慢速练习，先来慢速演练一遍。下面我再正常演练一遍。练习这个组合的时候，五花要注意
还有个力源，要五个力源，身体、腰要随着器械转动，啊，你腰的转动带动器械，转过来，然后下面上步，翻身踢的时候在空中棍把它拉出来，然后由正上方用力向下踢出，力打棍身。接着棍拉起来，同样由正上方在你的右前方踢出，左脚右脚撑棍木，左脚蹬直，踢的时候力量一定要达到棍身。好，下面看我正常演练一遍。快速演练。在这个组合里面，撩棍的时候棍要撩出去，力点达到你的棍梢，这是撩棍。在撩棍和步子的配合当中，撤步撩棍完了以后，下面撩起来，然后上右步的时候棍从左侧撩起，上左步的时候棍从右侧撩起，右步左侧撩起，左步右侧撩起，做完六次以后，就是上完六步以后，棍撩起来，用你的左后方继续运行，然后打一个五八过来，提膝反身点棍，点下去，点棍同时把你的腿提起来，然后下面是跳起来劈棍，右腿不落地的同时，左脚直接蹬地，然后跳起劈棍，劈下来，劈棍完了以后，崩棍要和你的弓步同时完成，穿出去，然后崩棍，同时完成。然后在崩棍的时候发力，是靠你的右手的下压和上手两个力量，上下两个相反的力发出来力量。力量达到你的棍梢，崩棍。下面我把它正常演练一遍。三个跳步轮棍的组合动作，我先来慢速演练一遍。轮棍的时候，要求棍横出去，力量达到你的棍梢，啊，要连贯起来，一下连贯起来，中间不得出现停顿。然后轮棍完了以后，抱棍的时候，眼睛要往你的斜前方看，就是上步的时候一抱过来，头一摆过来以后，后面脚接着马上跟上，向你的斜前方看。目标第一个做完了以后，第一个轮棍。做完了以后摆头上步，往右斜前方上步，接着绕起轮棍，摆头上步走，轮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一气呵成，
力量达到棍骚，不得出现停顿。下面我正常演练一遍。组合当中，坐盘起来以后，棍扛在肩上，然后平轮出去。到这里的时候，棍稍向下贴着地面扫过来，扫到自己的右脚的前方，两手抱棍。下面一个动作，撤步的时候，提膝同时把棍把挑起，身体稍微向后仰，以增加这个棍挑起的力度，挑起来，然后撤步，再压住身体，要加上身体的力量，同样也是为了增加下压的力度。下面我把它正常演练一遍。组合动作的慢速练习，在这个组合当中，背棍完了以后，上步的时候棍要平轮，同样力达棍骚，啊，轮过来以后抱棍。前手稍微高一点，然后摆头向你的左侧看，接着原地跳起，棍要举起来，由上往下用力劈下来，力量达到棍骚。下面我把它正常演练一遍。本套棍法当中的腿法有两种，一种是正蹬，另外一种是侧踹。在这棍法当中的动作，我把它做一遍。收棍完了以后，上步抱棍，抱棍完了以后接着蹬腿，这是正蹬腿。下面侧踹腿，踢把完了以后扫棍盖步，接着侧踹踹起，这是套路当中的两种腿法，正蹬和侧踹。要把棍练好，首先棍里面的许多基本方法要把它给掌握住，像一些撩花、舞花、点棍、轮棍、扫棍等这些动作，要把它给做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单独的练习方法，啊，能把你的力量灌注到棍上，在日常当中，你可以作为单独练习，比如说五花、五花棍、可以这样单独来练。五花棍完了以后，下面是提撩棍，撩花可以是原地的，也可以是进步的，进步或者是退步的都可以。下面是点棍，左右点棍，靠你的手的来回翻动，点棍点下来，是以前面棍头点地，
点地就起，点，这左右点棍，然后绷棍，出去，戳出去，送出去，然后收回来，绷棍，可以加上步行，也可以直立，绷起，绷棍，然后下面是轮棍和扫棍，在做这个当中。可以是原地站立不动，也可以加上前左右走动的步伐，原地的扫棍、轮棍、扫棍、轮棍，加上步伐，转身过来上步，这几组棍法可以互相把它作为一个阻力，五花做多少次，摇棍做多少次，然后绷棍多少次，点棍多少次，左右轮棍多少次，是为一组，反复来练，一次练上个四到五组，慢慢的上肢的力量就出来了。下棍里面开始的几个动作，戳把完了以后，下面这个动作，撤步，步子撤回来，然后呢，绕一个圆弧形，绕一个弧形，棍再劈下去，绕一个弧形，再把它由上方劈下来，力打棍扫。在这里面是按照每个动作，什么扑步、弓步、马步来做下来的，当然在实用当中完全就可以不讲究步行，只讲究技法。比如说在使用当中，对方一过来，我完全可以步子一绕，同时棍过来，接着劈棍下来。所以在使用当中，注重的是一个技法和他的就说什么步行的运用，怎么走，怎么闪，我这棍法怎么出去的，怎么打出去的，讲究这一些。咱们在套路当中呢，多是讲究一些，就说是每一个步行什么样子的，要求做下去，这是便于记忆。这个动作刚才讲了，就是绕步。通过身体的绕一个半圆，把对方的直线避过啊，然后我呢再进行棍的还击，这是一个。下面还有这个动作，套路里面转身迎波棍，这个棍在使用当中呢，既可以作为就说是防对方的攻击，同时呢也可以作为还击。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身体的转动啊，来，他从直线过来以后，我从侧面，对方直来，我侧面破他，啊，过来以后我可以，他从侧面过来，击打他的，通过棍头的上挑，击打对方的拿器械的手啊，拿刀的手啊，或者是击打他的下颚啊，或者是下方部位。这在应用当中呢，就说是棍法的应用。这一点呢，要求你的力量来达到你的棍梢、棍头啊，通过身体迎腰大，要求这个力量。嗯，身体传达上，把力量传达到棍梢上去。再一个，套路里面提膝，这个棍啊，这里面盖把完了以后。提膝上挑，可以就说是在作为近身当中的时候，上把一带，下把挑出，和带，力量是同样靠你的身体和手臂的发力拿到棍把发力出来。这些呢，就是在这里面都有它一个固定的步型，但在实用当中呢，都可以作为一种就说是活步的，很随便的。很随便的一种步行都可以，就是在应用当中的时候，它这里面云波棍完了以后，其中一个拿棍，这个拿棍呢，就是在枪和这个棍的使用当中也是比较多的啊，很多拿，通过拿这个动作，把对方的器械枪啊棍啊，把它的来刺的方向给它拿偏。对方的空门中间出来了，然后呢我趁机攻进去。说呢这个要求呢，这个棍
有一个画圆的这种弧度啊，通过手也有一个下压动作发力呢，同时也有一个手上向下前手一个向内翻的动作啊，这是棍的拿棍刺棍刺出去力量达到你的棍头啊。这里面还有两种腿法，套路里面有两种腿法，其中一个是侧踹腿啊，一个腿啊支撑另外一条腿踹出去，在实用当中呢可以就说是作为一种两个人比较靠近的时候啊，通过棍把对方的器械啊或者什么拨开了以后啊腿上去。后面这个是一个正蹬，这个呢棍的上撩上面起来就可以作为就是说对方器械把对方的器械给他方向进攻的方向给他拨开以后中间空当露出来以后我的腿就可以夹进去。棍是少林寺使用最早和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器械，也是民间传播和这个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器械。因为呢它取材比较方便，在和别人对敌时随手在路边啊或者什么地方捡一捡什么棍啊棒啊或者树枝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和敌人搏斗来对打，所以说它呢就说是应用起来比较方便。棍它一般的高度呢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不同，所以练起来就说是要求它的高度呢超过你的头，就是伸直手，棍呢就是在你的腕关节和你的肘关节之间都可以。它的取材一般呢多以白蜡杆为最好，因为这种棍呢它这个弹性和这个韧性都比较好，重量嘛也挺适中，练起来就是比较趁手。下面我再把少林三十六棍的风格特点和演练要求再简单的讲一下。少林三十六棍的棍法比较朴实啊，多以技击为目的，它的棍势连环动静分明啊，虚实有序，发力力大棍烧啊，大劈大轮出棍比较勇猛。他演练起来呢要求身界协调赤势连环啊，臂膀发力气沉丹田啊，要求就说是一招接一招啊，一式扣一式，动静各方面都体现出来啊，出棍要力达你的棍端，出棍勇猛，要把这个棍扫一片的这种气势要把它给充分的就是说是显现出来。